花莲县摄影学会会员摄影年展瞬间永恒，花莲县摄影学会60周年大展10月3号即将在花莲县文化客家馆办理。花莲县摄影学会理事长和理监事们前往花莲县府拜会县长，邀请莅临客家文化馆一同畅游于摄影世界，感受身历其境的快乐。花莲县摄影学会60周年大展是花莲县摄影学会每位会员们从109年的创作作品中的作品，10月3号即将在花莲县客家文化会馆盛大办理。为了迎接这项盛事，花莲县摄影学会理事长简立基和李监事们前往花莲县政府拜会县长徐正伟，同时也邀请县长来主持开幕活动。花莲县摄影学会今年新逢60周年，一甲子的岁月，花莲县摄影学会培育了非常多的摄影高手。那今年呢，为了庆祝60周年，我们除了年初在文化局的美术馆展览之外，我们10月3号，会在客家文化演艺堂的新书发表会。那这个专辑我们定为《瞬间永恒》，花莲县摄影学会60周年的专辑，那会在10月3号出刊。那当然也希望我们花莲的乡亲们来一起祝贺，这个摄影的一个大事，也希望我们花莲乡亲来重视这一本我们的刊物，我们的会址在花莲县吉安乡中路一段173号，希望你常来坐坐。花莲县摄影学会简立基表示，随着科技快速的发展，摄影器材也不断的推陈出新，摄影师得以精准的表达以及效果。然而唯一不变的定律，捕捉一瞬间将稍纵即逝的美化为永恒，展现着摄影师独到的眼光以及美感。记者中央黄志伟报道。